没有啦，叫救命的。哎，有一个人来了，他在线外面。都是可采状态吗？都是可采状态吗？嗯。你要先啊，横的方面，先用脚踩出条沟，再把雪板放进去。左右踩，用鞋子踩。后退踩，前进踩。哎，先插你的右脚，不要放上去啊，插上去比较难，放在两脚中间。好，休息。你的板头是翘的，你站得上去吗？先踩右脚，没事。所以我都说看得到很重要啊。你的右边要用手套摸一摸，右边，亲一亲，用手套摸啦。好，只有右边，再刷一刷。好的。哎呀，现在好像比较看得清楚了哈，现在好像比较看得清楚了哈。要我后面吗？我刚有录到，哈哈。有看到我飞出去。完整的，先是卡第一只脚，接着第二只脚，呆顶。反着摆动吗？啊？反着摆动。没有啊，就插住，然后哎呀。然后人就放下去。哎呀。然后那两个、三个东西的距离是等距的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等等等，这样。这里也很粉啊，就这样左右，好啊，这是你先吧。我跟在你后面塞咬切，就跟着这个山谷走就对了，走山谷是最简单的。因为你太朝山上倒了，其实你直直站着横切就好了。这里不陡，就是滑过去就对了，这样。往右了啦，切很高了你。你看我都站直直的。站直直比较不累，有没有？
就左右切啊。来哦，跟我一路直直，直直往那边去。好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我走这，你走那。你停在那没关系，你停在上面没关系，再过去更陡啊，一样啊，切回去就比较不陡，这样下就比较陡。我要切进来、哦。好像这里有点陡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陡死了！你叫我来这里干嘛了？好了好，去前面比较不陡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。往前走，安全了，前面安全。然后利用前面安全，又可以切回去左边，中间比较陡啊，左右安全。好哈。往前一点点，去前面转弯。好，这里回头看，那一个那两个树中间可以回去。我要切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比较不陡的地方了。好啦，这里一次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都安全切法、啊，除了刚刚暂停的地方吓人，但是我知道前面比较好，就没事了。
一个圆圆球哎，一个小圆球，不够圆，好深哦。省点力，不然要走那边继续走，要只能坐下面那个，所以切过来就可以坐这个了。那就坐那个上去，我们要吃饭了吗？我摸一下。而且你帮我看看我帽子里有没有血。就是你右边这边，其实帽子里都没有。他的根快要翘碰到你的头。我看一下几点。那就上去尿个尿，才10:20。10:20去到那会不会太快？那我们这次去走上面，上面滑一次就再去切花园。嗯，好了，冲，直线冲。
夜滑的。这是切尿尿后面那个，切到红线，然后从红线切到上面。往山上的缆车。或者是说，我们滑舒服红线。接着做另外一个广告啦。哎，这样也不错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记得，因为山下上去的那个广告啦，好像会接另外一个产品，就在产品旁边。那时候再考虑。好，先好舒服红线，舒服。
的电波，从日本国外带进来的无线电对讲。你看一下这个斜度，好像是切过去又切回来。然后你觉得翘很高的是那个树跟树中间那个横斜，哦，往我们这个方向走就是最斜的，所以那时候就继续切到那边就好了。我就翻不上去，然后动力不足，要卡住了。好了，总之我们现在有无敌横切，有吗？有呢。看到我了？你那个是没看到路啊？我知道我掉下去，然后没站好，绊，然后我把电卡住。第二次是滚的时候插的，你在滚，你正在滚。滚能插吗？就翻滚知道吗？然后接着就插住了。叫我朋友坐缆车都看到一个人插一下。一杆哦，你自己帮自己插了一个，说这里有，对。我买什么单子？八分钟的。No, it's the combo. But they only have rice burger, no burger. They only have steak. Yeah, hello, okay.我觉得刚那个拍360的一直刻意制造自己跑进雪雾当中的那个，我没有看到他做了两次，但是其实他那个扭的方法，他顶多到出中，对，但是要拍起来很帅。是这里摔倒的吧？好像是有一坨乱乱的，好像是要爬回去，然后再看一下。摔倒只要拿撞伤，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太难搞，逐渐要上到风雪以上。
边一点，往那边那边一点。不是说上面比较那个没有要往上吗？那我干嘛切过来？对啊，舒服方向好往那边走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走舒服的方式去那个方向，走这里一路好过去。看他们的滑板有没有比较安全？没有，后面的乱掉了，没有比较安全。应该只有那个Gondola可以坐。Gondola左边有一个在动。从这里下，然后对着Gondola冲，大概是前面那一堆房子当中的左边那个吧。台北第二之地，应该左边是那个松松黑，右边就是这个红，这样。最右边没在动，两个都没在动。我去偷看一下松松黑，我要决定一下哪个滑起来比较不累。这边的红会有点累。
这边很粉啊，我觉得手这边比较不累。哪有，我觉得我膝盖好像不太行。那还是手右边。好，但是就都慢慢行了。这里有馒头。那里有馒头，所以还是有点危险。那就走这里吧，我也要走这里，轻松下手。蛮舒服的，还是先坐小椅子。坐小椅子滑一次啊，我觉得这里蛮舒服的。要吗？还是坐狗狗啊？哎呀。看情形。我刚才看广州的蛮多的，我找不到门，你找不到门。对，我觉得广州上去啊，不对不对，不是，停了停了停了。阿寿，是我错了。你不来啊？就你刚走吗？阿寿，那你不来，然后我就会停下。阿寿。哎，坐了广州之后，然后要冲去花园吃饭，刚刚好。去高级的上厕所，享用他的厕所。真的打排队？对啊，我就是觉得有一点，想说上来吃会好一点嘛，还是都不会好。Ghost Snow， 全部这里都是 Ghost Snow 包的。然后那个是魔毯，你看他们在移动中，那应该是魔毯吧？虽然我看不到魔毯，在鼻血海下面。嘿，这个的缺点是太多初级者卡住了，14个人。
那个面罩你也拉下来了哈。没有，我拉下来了。不过你的面罩已经滑下来了。刚就戴不是很正。啊是。又蓝天了，又蓝天了。不，再拍一张，不同的位置各拍一张。对啊，右边那个黑的还是有人在挖馒头，后来就感觉到了，而且我还刮到硬馒头，所以我也跑出来了。那边爱就去啊，我不爱啊，有硬馒头。或许这边也有硬馒头。但是这里那么宽，所以不滑硬馒头就好。那一些数学只会在某种地方，应该不会暂停太多次吧。宽很大啊。啊？晕车。在这的话似乎还要走一段路到。最近就是广多拉了，所以是广多拉的停车场。看这个老师教前行的方法，上身朝下，上身朝下，我觉得风是大的，我觉得风很大，这边目前这个雪季，今天是第一次我动用到反面罩往上拉，觉得风太大。风太大。哇，这一块，舒服又大。我刚刚从左边那一块冲过来。
说约好民宿。它是整个身体直的到顶，它肚子凸起来到顶。那不靠的话，它自然掉的。它直直的话，没有教练教的，连我都知道。你的头要动，好，那个正后面扣子的中间有一颗星。你往高的地方去，当然是停下来。你要一边学会一边滑，一边观察坡度。好多人哦，改札ゲートの手前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
那个人搞不定。外面还戴帽子，就是要让帽子被风吹跑的意思。是上面的人还是前面的？上面的问题还是下面的？应该上面。You see that dude with a bell? Yeah. Alright, that's for ringing.
Yeah, hi everybody. Okay, yeah, if it's quick, yeah.那坐这个上去才可以到花园。哎，就坐这个还是坐前面那个？坐前面那个好了。看起来人比较少。啊？我们好像曾在那个餐厅吃饭什么？啊，去那个缆车，干得好！往前滑去那一个。
我用棒棒，我用棒棒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后面，被他拉了。耶、yeah, 啊！还是这个其实没有那个拉的高啊。我不知道。看下山牌子有没有写去花园。嗯。不够高，他可能还要再拉一个。嗯。那就选错了。都完全不懂在哪里。左边那个很高的那个啊、嗯，我们有回头，回头直接有一个黑线山谷。嗯。然后那个我那时候就一副滑得很快。为什么你这些东西都记得住？然后那个黑线山谷，那个黑线山谷，我有咚铲倒一次，然后那不是那个，哦、是 Ben 吗？他就路过，然后我们还在找板子。欸、是什么名字去？是 Ben 吗？还是什么？是 Ben 啊。忘了叫什么名字。阿布。阿布阿布阿布。对啊，他就。他就来看一下。长高高的，然后就走了。也。你也找不到啊，他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他也用不着假意啊什么。对，那个高的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一个的话，我印象中，我们曾经吃过后面那个餐厅，后面具体位置在哪忘了。花园旁边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后面。我们刚刚的拱多拉附近，那我们吃过花园那边的那个不好吃。对，然后，花园的什么不好吃？哦，花园下面啊，那好像第一天还是。然后在那个餐厅吃的时候就说啊，我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。然后最后你就硬说要滑黑的下去，然后我就跟着滑下去，接着坐了拱多拉上来，就说嗯，怎么又在这附近？然后那个时候雪下很大，然后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缆车的前面。就很厚很厚，就说啊那里有个缆车，要不要过去？我忘了我们是不是就直直穿过来，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直直穿过来是雪很厚的，没什么人穿过来的那种状态，不像今天就一大堆人穿过来，然后我们也跟着穿过来，所以整个这个缆车我们有坐过，但是我忘了坐上来是什么，不记得，就一次。为什么你平常记性那么差，但你滑雪的事情都会记得？我哪里在？还是我会复习到影片？对啊，我剪上来会稍微瞄一下。我，我又要再拉链。我又很冷。还有我在上面呢、啊，就是想说，这里插进去看看，结果咚就板子掉了。就是它的边边是硬的。哦。那我反头插它，哦，那时候撞的，那个小腿前面骨很痛。毛毛那股，我猜这里应该是可以切花园了、啊。好冷哦，赶快去拿下地方吃好吃的东西。不知道那个他是不是要吃buffet？那个buffet包多少钱？我们又没有去吃buffet。我们不是就是他跟我们介绍说，如果吃那buffet可以吃那个甜点吧。那我们当然就是没有要。现在没有要吗？对，这个那这个直接线的右边往右走就是。对，就是花园了，而且是红还是黑？我只怕我停下。我就是在那附近，我这就是在那附近岔三米。是那边吗？好像有点不够高呢。那我不是这儿。好像不够高哎，但是我怀疑还是过得去啊，一下就会看到。无论如何就走那条线，我觉得很像，除非上面也有一个横过去。我觉得上面是那个花园拉上来可以滑，这里可以去滑。无论如何我就走这条路。没有，但是右边风了，右边很冷。我觉得是。没有地图。走了走了，我记得是的。他一定写右边是花园。平行。
gate， 怎么去 gate 还是什么？我觉得就这条路，我看起来觉得很像。直走，不用停，一直直走。那里是花园。之前面罩就拉好了，来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你又比我快了，比上次好了，上次太厚了，厚到动不了。啊？对对对，没有人帮忙压线，搞不好今天也是很厚，只是都被其他人类压走。手套手指很冰的，倒了啦。有千里迢迢赶路去。哇，下面都用找的呢。他们。要吃还是得来啊，为了要吃，
岛内。比较跳，我走右边跳跳，往右边走，下面很平，所以滑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，留速度用冲的，往右边冲，跳跳。你要走跳跳下去吗？你要走跳法下去吗？会比较轻松。很轻松啊，在外面比较累哦。哎呀，这里没有馒头啊，这里没有馒头，就是一直用这个跳过去而已。下半部就要用冲的了。我在外面停着空，反正
好，那你这两个棒子中间开始往下冲，我要去了，你先冲啊，我会追上你。你这样子切过去再切回来，刚好从中间往下冲，切进去出来就好了。这里有，要切，下面有个斜道，我们那时候坐摩毯，这样还要爬一段，这是切过来，直接滑过来。要喷喷，还是不用喷喷，喷脚就好了。对啊，喷鞋子就好了。不知道。我觉得放外面就好了，锁起来，锁起来没有必要。我们那时候还想用叉的。是鞋子有放进去的。对呀、啊。可是现在没有人会出来欢迎你。现在人多。对啊。那时候没有客人是吧？你想的时候新开了。是哦。
你转过去，你的帽子顶，头往上看。好，很好。我刚有帮你分背包。在后面啊。有人看没有，但是右边有，这是买卷的。嗯，看一下有没有拖鞋，有的话换的，因为那边我觉得有木头地板。那往那边走走看好了，他不阻止我们就继续走。啊，去餐厅。这现在就是要换的鞋子。哎呀。他现在没有。应该是没有吧。看一下地上。はい。はい。どこか使いますか？お願いします。Can I get your name? KU。KU。はい。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Please use locker G123 is located at third block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Please bring back your name。はい。要问一下，第三个 block， 第一个，哦，有道理，在这里吗？最大的这个，最大的还是太紧，这里好。好，拿去。哎，好，关。